做呢樣嘢真係好純粹地喜歡咯。即係點解會影中意影女仔？即係覺得靚咯。攞辭咗之後個零月，開始諗自己係咪應該要以書法為一個之後嘅事業。成個佢可以帶到俾我嘅係，即係俾到一啲靜嘅空間俾自己咯，令到件事做得比較 open 啲，大家可以喺地上面玩，唔需要地下